上次我画什么？你画李小龙，吓死了！上次我画什么？你画李小龙，吓死了！画李小龙，吓死了！这起码有龙啊！哎，樱桃小丸子啊！樱桃小丸子，你画大家都猜对啊！真的啊！特色画出来，小龙，将来我能够开画展。天到了！来来来，欢迎两位，谁欢迎江城系同学，林小艺，陈阿强，步步。 金庸，周一沛，大牙，王彭磊，哇塞，导演啊，导演啊，我们出轨啊！啊，因为现在没有拍戏，忙发片，欢迎欢迎，谢谢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马上是我的必拍男，必谈，必拍男时间，准备就位。 感谢呢，男生一国，女生一国，为什么一定要你是男为我？那帮我们拿牌子哈，拿牌子，各位，毕卡乃要展现他，展现他毕生之所学。好，他目前的画作在外面呢，整个拍卖场已经卖得非常好的价钱。好，今天呢，他用一张画，我们不用联想，画一个就看你看出来了。好，好，来加油，只有30秒的时间，计时开始。哦，好难哦。哇塞，我蛮期待的哦。哎呦，剩下的是我，你要怎么办？ 哦，色小鸭，头发吗？他是画头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现在还有谁知道这个名字？是人吗？还是什么？这是塔。我恐慌。我猜的好像一个泥巴。猫王吗？猜什么？猜一个人。你自从有一次。 他说想要练习画一个人的侧面，他说很羡慕有人会画一个人的侧面的线条。从现在开始，都画侧面，每次都画侧面的。上次一走就画侧面，就画的像钢铁一样。这一次这个侧这张侧脸是谁？请坐答。这也是动物哎。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写吧？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写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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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他都是这样啊。我这个不知道。 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谁。嗯，没有啦，你们写好了没？答案是，我们有好多答案。小夫，我觉得他不知道小夫是谁耶，或者是干掉。就是小叮当里面那个人。那我们啊，都是小叮当。还是樱木花道啊？那我们不要跟他一样好了。不要一样，不要一样。樱木花道不是，樱木花道是圆的。我觉得那个头发是先到了。头发这样尖尖的。想到没有？想到了没有？有没有答案？Simpson， 辛普森，辛普森，小夫，请问有没有答对？恭喜，答对。 画的蛮像的，就是很像，尖尖的，对啊，对啊，你一穿出来的，你是不是会往哪一块？其实你画的很像了，很像的吗？像的，只是他没有穿，没有穿西装，没有穿西装。恭喜答对了，好了，今天全队成功。 超厉害，找神韵，超厉害。来，三位代言照。好，加油！好，难得见画这么白哦，加油！看到画完是吧？要自言自语哦，要互相对话。好，来，请抽签。来，这个。好，哎呦，来啊，陈秘书来。我们要猜的就我们要猜，我们要猜，闭眼睛，要猜就闭眼睛哦，不猜就看啊。好，来哦。哎呦，好难哦。 特色没什么特色的，没谁很有特色，其实有吗？你的特色怎么就鹰钩鼻？对啊，鼻子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呢，在脸，好不好？在脸，好，大概知道，开始。哎呦，圆圆的，中分头，圆圆的，漫画人物啦，漫画人物啦，对，哎，窗帘。 窗帘呐，龙美窗帘。
他这个太抽象。独臂森林，脱眼罩，自言自语。什么东西啊？吸血鬼。我知道第一句话看不出来这是张雅琴，但是在联想化之后，奶哥竟然还猜不到。他有三只动物，三只动物是牛还是羊？还是什么？哪里不对啊？你把那个看成羊角。天才冲冲抽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题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就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！天才冲冲冲，来哦！啊，哎呦，好难哦，难呢。特色，没什么特色的，没很有特色，其实有吗？你的特色怎么就鹰钩鼻？对啊，鼻子啊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呢，在脸，好不好？在脸，好不好？我大概知道，大概知道。好，来，准备，计时二十秒，开始。哎呦，圆圆的脸，中分头，圆圆的，圆圆的，漫画人物啦，漫画人物啦，对，哎，窗帘。窗帘呢？浓眉窗帘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这个他这个太抽象。独臂神女。脱眼罩。他穿的是制服吗？来，开始。自言自语。什么东西啊？他手上拿一个。这个人应该是个女的，然后拿了麦克风之后呢，他的眼睛很。大应该是哪一种？那是一种棒棒糖吧？它下面那都是血。怎么叫成这样子？眼睛这么大蕊，然后头发变。自言自语完，马上要写答案啊！三十秒。女生裙子这么长，这是谁？然后他又没有穿，他也没有戴眼镜，看不出来。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。别人大，别人大。太难猜了吧！咦，你快点呐、啊！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傻妞，喜欢了吗？写好了的。我应该很会画，来，抓在方向。看答案，亮盘，一二三，神韵，神韵，神韵。女鬼，白痴哦！女鬼是谁？有这个答案哦？有这个名字吗？谁的艺名叫女鬼？这什么效果？这个要是给当事者看到怎么办？真的，哎，我以为那个是血啦。对啊，没有想象。因为他是吸血鬼，你知道要改吗？女鬼，明明画的，你要想个人来写嘛。他说他要改，好，你改，你改，好好来，我们这边来先看月影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他好像要把他的嘴唇画上嘴唇画厚一点，嗯，对，可是我不确定那一次是不是麦克风啊，那我就先猜他是麦克风，可是因为那个潘越一般都是那种长颈那种方式出来，对对对对对，虞美人，嗯，虞美人这么美吗？你看他哦，他的脸很圆润，然后服装的款式上，他眼睛超大，你没看到？呀。服装的款式上看起来就是女生啊，因为她有画眼睫毛，稍微看起来可能有一点点保守的人。可是那个发型呢，基本上呢属于比较工整的短发，直到肩膀最多爱看。像中年妇人的头发，是一个呀，画的有历练的一个女人的样子。她画的蛮像，她叫我们强调她的神韵嘛。其实我们这一段有点在拖时间的感觉。对，哎，我们也不是乱讲的。对，布袋戏。可以了。潘美辰从哪里看出来像潘美辰？潘美辰怎么会穿裙子？怎么可能？潘美辰一辈子没穿过裙子。你自己说随便写一个女歌星，那短发的啊。潘美辰也不是，潘美辰没有留过短发。到底有没有人答对呢？当然没有。请喷。填错。太难猜了。太难猜了。太难猜了。擦掉，擦完之后戴眼罩。好不好？我讲的比较标准。来，马上是我们的提示哦。到底用什么时候来提示这个人呢？把眼罩戴起来，计时二十秒。写女鬼，白痴哦！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这样就知道了。为什么？很清楚啦，很清楚。多一点特征啊，拜托多一点特征好不好？眼罩拿下来，
自言自语哦，不要互相对话。那是小蜜蜂吗？来，三十秒。蝴蝶。看答案。很可爱啊。蜜蜂吗？你看那你懂了。哇，这只蜜蜂画的真棒。对啊，所谓是蜜蜂。蜜蜂，对啊，蝴蝶。蜜蜂啊。谁啊？你不知道，讲点话吧。你要讲点话。哎，那个蝴蝶会唱跳嘛？哎呦，会唱跳什么意思？哦。你是在提示吗？蚕宝宝，我应该是在跳舞上。蝴蝶好像有眼睛，跟怪怪。十秒。还有谁要 butterfly？ 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李毅，你有听到别人在讲什么吗？没有啊，谁？曾国城啊，一副就是偷听到答案的感觉。你有没有偷听到什么吗？他不是在自言自语吗？是自言自语是哦，所以你有听到他自言自语吗？有啊，有。怎么了？怎么亮白？对，你听到哦，那个蝴蝶在唱跳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怎么了？啊！怎么了？我要问你有没有偷听啊？讲那么大声，怎么会偷听啊？怎么大声的偷听？你刚刚为什么讲蝴蝶在唱跳？那不是蝴蝶吗？蝴蝶讲。蜜蜂刚刚听成蜜蜂。对啊。我们插什么嘴啊？我也没看答案，我也没看答案啊。你不觉得应该是萤火虫吗？蜜蜂屁股在发亮，屁股在发亮，没看到。屁股发光。蜜蜂、萤火虫。你不要误导别人。但，所以你是听到。蝴蝶在唱跳，所以你写蝴蝶姐姐。对啊，那你为什么写蝴蝶姐姐呢？这位先生，哎，就他怕蝴蝶不对、啊。他的屁股竟然是尾巴，竟然是燕子啊！燕子小燕呐、啊！哦怎么这么厉害？没有，他尾巴在发亮，有没有？对啊，那为什么张小燕呢？垂姐跟蝴蝶有关系、啊，燕子也不会有两个触须啊，那、明明就是画蝴蝶啊。为什么？就旁边有唱跳，唱唱跳跳。哪里有跳？就音乐放音乐，蝴蝶姐姐没有出过专辑，那没有很多合集好不好？那如果要这样，为什么不换一个手捏泥巴就好了呢？不是，我要讲一个蝴蝶姐姐脸也没那么大，蝴蝶姐姐都长发哦，对，她都长发，然后绑一个哦，其他画的还蛮好的，我知道了啦，梁静茹啦，为什么燕尾蝶啦？那个是燕子，那个有两个出处是燕子，是蝶啊，它是燕尾，对不对？燕尾的蝴蝶、啊，不是，我只不懂它为什么要发亮。它高亮的燕尾、啊。我觉得奶哥对你们那很好，说一开始要那个重点在脸部嘛，所以是不是有虎牙？他就有虎牙的艺人啊。是啊，两个虎牙。你自己画自己说虎牙。这位同学，他看成鼻血了。虎牙。但没有虎牙。你画的跟吸血鬼一样，怎么叫虎牙？这个明明就是有燕尾蝶啊，然后这些音符表示它是一首歌嘛。自己解释的好，别人没办法了解。来，别吧，你看，正确答案。对呀，这么难，挥手叫外。果然，我们不负众望的得到了零分。现在一局下半，换他们进攻。这个阵仗，相信也不会太紧张我们一点都不当心。哎呦，来，请戴眼罩，请抽题。这个，你喜欢紫色？对，我喜欢紫色 ，purple。要猜吗？好啊，对哦，向后转。好啊，你个狗，好啊。这个应该算简单吧？当然，这比我们那个清楚有特色多了。周一配准备，应该会得分。好了，二十秒准备，计时开始。啊！哎呦，哇，很清楚哎。是古代人吗？哎呦，啊，很亮哎，啊，好厉害哎！哒哒哒哒哒哒，哇，哒哒哒哒哒，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，这个，其实这个卡通最近蛮有名的，啊，最近很多。对，向右转，请拖延走，好棒哦！三十秒看图并且答案。最近这卡通还蛮有名的，而且很多贴图哦，都有，上面都有它。它这个应该是什么明初的？很多很多，带了一个这个什么？很可爱哦！如果你有在玩线上游戏，就知道线上游戏，这不是每个人都懂的。奸臣没有每个人都玩，线上游戏没有很多人玩。Pito 应该知道吧 ？Pito 我们不知道。脸那么大那么圆，在玩。
你在贴图那么多，看他的脸，是个员外吗？看他的脸，员外十秒倒数，很明显啊，他画得很好，有没有？他脸永远的啊，梁静茹的老公嘛。很明显吗？梁静茹的老公。之类的，没有，这个帽子好奇怪。好了，是，徐奶奶在等你呢。可以写好了。每个应该写得出来吧？等一下，接着你最后先看你的啊，和声。对啊，因为我之前看过和声啊，我出单了吗？和声啊，和坤，和声啊，和声啊，随便啦，反正你们知道我要讲谁啦。贪官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是干嘛？他就是一个奸臣啊。贪官啊，奸臣。对，他就是他没太奸啦。因为我本来想说是写林正英，可是他太胖了。林正英那块翻。哎呦，有，但是林正英是瘦的哦，林正英是瘦的，他脸是圆圆的，没有，他瘦的，林正英是后面瘦的，下一个啦，下一个图，他就会画一张符，就中，对，就中了，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有胡子，一把桃木剑，对不对？对对，然后再画一个，就画一只僵尸，就中了，各位小心了，这答案绝对惊死大家，答案是徐员外，来人，真的徐员外。只要他姓许啊，都对哦。徐飞飞，那你写 K 员外快点。K 员外，他说的徐员外是徐威的爸爸吗？只要姓徐都对哦。什么叫徐员外？我刚才讲又讲，就是个员外的长相啊。哎，跟我没有两样哎。什么东西啊？像你，比女鬼好多了。没有，我连姓哎，连姓都没有。对，你这也说不过去，你好歹写零头姐嘛。我哪里有名有姓？写女鬼，我们怎么可能提不到女鬼？那个败子！哎，我而且你看他手是不是这样？不要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对对对，后面地上画了一些草皮，很明显的就在后花园，就在原地。对不对？抓蝴蝶嘛。夫人还没有回来，眼睛又涩涩的感觉哦，对不对？好，喷。全喷哦，对啊，他不然差一点，因为他全员自己才有赢呢，杀掉，差一点点。哎，走，联想题，接下来联想到什么呢？二十秒准备，开始。对，黑员外，哇，黑员外，什么东西啊？一个花，一个杯子，哇，本书了。我知道，大家都不知道你在画什么，你完蛋了。不会，看那边知道啦，完蛋了，太抽象。好了，来三十秒准备，请脱眼罩。书包，请看，这是一本书包，书包，背包。苹果被吃掉吗？哎呦，看得出来了。哎呦，这是花纹啊。它是一个一本书，书是有一朵花。是不是精品？不是花，花旁边又亮晶晶。花书，花。花书，花书，花书什么？书童。哎呦，快出来了，快出来了，快出来！书花，好，书花，公路，快出来了，得一个官员，十秒倒数。所以是什么？写一本书。所以跟那个人有什么关系？官员。二一，黑员外。好难。太难了吧！黑员外、徐员外以及王亚环，可以写答案了吧？王亚环，本书要怎么联想啊？好，准备，一个一个来啊！一个一个来。我现在看出来了，你的答案是？徐志摩。为何？你看到眼镜了吗？为什么徐志摩？亮亮。徐志摩好像很有书卷气息。同时，他有书卷气，然后对我而言，他是个古人。徐志摩有书卷气，又是古人。对，他的小眼镜，他忘了吗？啊、各位，刘家昌来了。好笑，你写刘家昌的原因是因为。花民国，所以刘大哥不是有戴眼镜吗？
试摸？不可能吧？厉害！我跟你说 ，Kid 的这个应该对了。各位观众，什么名字？花莲县长傅昆萁。我跟你解释哦，书一本书都在读啊，苏花公路。前面的当官的，对，花莲。哎、欸，苏花公路跟当官想谁？我跟你讲，你刚才昆萁，你刚才前面讲的是贪官哦。我跟你讲，你刚才联想在一起。这是你讲的。你刚才写的嘛？何坤呢、啊？我刚，哎、欸，你们不能这样子害我、啊。我改何。傅昆萁不是这样写的吧？名字不是这样写。他名字他人写的。没错。没错没错，名字是这样写的。没错没错、啊，非常的好，没有人讨厌。请喷。太难了啦。请问，不讲话，有没有答案？这是一种拜。你说谁？道士那种。道士哦。对。武大郎，怎么会是武大郎？这个是金瓶每一本书啊，金瓶啊，梅花啊，一本书啊。这是个瓶子，腿短短的。这是个瓶子，花瓶在发亮。这是一个吃掉的苹果，还是一个发亮的瓶子？发亮的花瓶。你花瓶画这样，你为什么不画？你花瓶画这样。哇，神经病！这什么题目啊？那个瓶子不对啦。金瓶梅里面的角色，想到他可能是……我想问你们猜到书应该有猜到。你画个烧饼，一个蛋子烧饼，哪个就猜出来了？你这书啊不够像。还有那个梅花就是五片，你就画一个瓶子，画个梅花不就好了？对，梅花是五花瓣嘛。不然他画点花蕊送他。他画一个人打死一只老虎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太难了，只有三个弟弟还哥哥哟。没有，那我们一定会猜武大郎啊。对嘛，因为他腿很壮，你就不可能写武松嘛。那他画的也有点像西门庆啊。可是他会写啊，不行啊，他会写西门庆啊。会写西门庆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不要针对一些失败的画作讨论这么久啊，因为本来就猜不出答案的，好不好？而且他应该画个扁哦，不能画。快快快，画人物，叫攻守交换。0-0，二局上半，准备攻守交换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？这是一个画家的画。哦，是。我等你，对你 cue 我，我先准备好。他不 cue 你，在酝酿什么？他要开场拍啊！你装我。我们还没开始录啊？还没开始录吗？对啊。太放松了。动手交换啊！准备了啊！好，戴眼罩。投钱。OK。简单一点吧。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好不好？来啊，其实第一阶段要答对很难的了。来，准备20秒计时开始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太抽象了。是一个人。太抽象了吧？哇，哇塞，阿雷古。相不相信他们猜到这个太明显了，不知道是画正面还是侧面呢？七六，哇塞！五四三二一，这也是卡通人物吧？这个动作好大哦！哇，这个好会画哦，好厉害哦，蛮会画的耶！来，眼罩拿下来哦。讨论，对啊，自言自语30秒，写答案开始。花布，感觉是在跳舞。他应该是一个外国人，对，而且他的头发抓的很花，而且他的 pose 是一个非常招牌的一个姿势，这样子，应该是一个卡通人物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是卡通人物。哇，他这个外国人是他代表。如果他下一个再画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他的手也是他的特色吗？而且他是没有张开眼睛吗？为什么他裤子应该是喇叭，对，喇叭，对对对，他应该是个盲人，应该是个外国人，应该比较好。应该鼻子很高，是外国人，应该是外国人。而且他最近要宣布要出柜。Jackie Chan 啊 ，Jackie Chan， 有点像，鼻很大。对对对，五四三二一。干嘛一直笑啦？哪个怎么了？这不是很干嘛？快写好了，答案放好。放。你蛮像的。怎么了？他写谁？啊？怎么了？你写英文算了。你那个字写不出来哈。快点。你写注音啦。写注音啦。快点。
不一样的字也可以啦。想等你一个，那个没关系啦，那没关系啦。刀啦，不是刀啦，你不要自己乱写。那是书啦，来。诺诺，一二，对我们那个三桥都写错哎，这个字怎么写？对，亮板也像哎，到底是谁啊？约书屈服他，对，那个汉就出来是书，是汉，我写汉，这哪个字啊？自己造字哎，汉，这个字是汉，后面是个书，人家写错字了啦，不是书了，下面是雨啊，雨，对啊，我写雨，你不让我改啊你。不是，那是译音，我要写流汗的汗也可以啊。写啊写啊，我又不会算你对啊，好不好？约翰这样的倔吧，写错，我汗那边倔这样的倔了吧，哪个？啊，汗写错，汗是这是脏话吗？羽毛的羽，对对对，不是两个月，对对对对。猫王，对啊，你看他的头发吹成这样，然后又穿得很华丽，还有喇叭裤，不是猫王吗？哪里有喇叭裤？那里啊，哪里？他把喇叭裤拉到这里了，没看到吗？对呀，猫妖有没有？哪里？华丽感。他这样子拉到这里，不是我在哪里看到那喇叭裤？好，所以呢？感觉都合理。请喷，那么简单啊？是的吗？来擦掉。接着我们第二项提示题，三十秒，眼罩戴啊，计时，二十秒计时开始。圣诞树吗？哎呀，我知道了啦，看到了没有？魔剑呐！这一部电影呢，其实很有名，没错，是不是？那个叫什么宫啊？对，人对那个嘛，人形蜈蚣，人形蜈蚣，哇塞，限制级的片。3、2、1，好艺术哦！好艺术哦！来，请看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部电影很有名，好不好？他这个101啊，101，没有啊，就是那个人啊，人什么？尼罗汉，蜈蚣啊，人啊，日本很有名啊。尼罗汉有一种叫做什么啊？那个抢夫，抢夫抢，抢夫是这样抢的。哎呦呦，是吧？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蜈蚣精？有没有？什么电影啊？对对的，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带起来。对啊。不要偷看。这很简单啊，它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啊。你有偷看哦？对不对？那个是一个什么东西？名电影啊，名电影的那个。一层一层去。时间到，十。很高，一个人站在旁边。七。躲在那边。摸着那个很高的建筑物。3、2、1。那个了。来，请亮板，一二三，开。约翰屈服塔，为什么？那刚刚讨论的很清楚啦，旁边就有一个人在扶着塔嘛，有没有？高高的塔，又是瓦够狼，结果干嘛？他的提示是这样，扶着一个塔。对。对啊，约翰什么塔？字写错了。是。啊？确定那不是人跟人？他屈服塔，高站塔。屈服塔。塔。哦。约翰去扶那个尼古塔啦，约翰去扶塔。其实我第一个我是很想猜五个阿贝，他是两边的头发，对，长头发，对，后面那个塔应该就是约翰去扶塔，很明显啊。这题这画的真好，对，想不到他可以画这么传神，画的很棒，第一个就很像了，对，约翰去扶塔，哇塞，哇塞，哇塞。哇臭屁哦！哎呦哎呦，好像啊，好像啊，哇！厉害，好，1-0，攻守交换。基本上我们只赢不输，应该不会输，除非一次就决定这点2分，很难。林君勇 ，I'm OK 了。Last one。在揭晓这个之前，要先照例问一下，你会画画吗？上次画过一次，可这次的话会比上次进步。进步是应该的。对，请戴眼罩。非常 OK。九分。准备哦，想好了，20秒计时开始。哎呀！
哦。你每个都有见解呀、啊！这个是个蜘蛛，蜘蛛美呀！蜡笔小新的妈妈啊，有像是吧？好像那个白雪公主的皇后啊！那你看那个，它也是传统节，是希腊神话里面的。穿着普拉达的那个，不会七龙珠里面的人物啊！好，请把眼罩拿下来，三十秒，请看。很像那个头乱头发哦，垫肩的一样，有垫肩，垫肩大垫肩。然后呢，它是一个太简单了，它这个是一个布袋戏吗？啊啊！是霹雳，它是个布袋戏吗？哎呀，它以前旁边还有一个长颈人吗 ？Oh my god！ 那为什么是外国人吗？他是外国人吗？哎呦，他有胸毛，有胸毛，有胸毛。他就是一个，不要被影响了。他就是一个布偶，啊、布袋戏。他为什么穿那个衣服呢？十秒到。布袋戏都有垫肩嘛，对不对？怎么会？对啊，穿那个衣服，他头发到底怎么了？黄总，赶快让编一个，快点。这根本不像是一个人啊！我给你写，你觉得他像谁就写。黄晓彤。觉得他像谁就行。反正你已经是北七的团员了，战地表了，是北七的 keyboard 手。对啊，真的啊，随便写个名字，快点来看大家的答案。胡桃子便当，对不对？周怡佩的答案是吗 ？Lady Gaga。哎呦，也有也蛮像的，夸张的造型，而且他很常穿各种奇怪的衣服，然后头发又很乱，然后他又有一点强调他的五官。那应该就是 Lady Gaga 了。哇塞，这位高贵的青年，史艳文 ，Lady 温文。哈哈哈哈哈！温文 ，Lady 温文，为什么是史艳文？你要选这两个答案，再选一个。史艳文啊，我刚刚就在自言自语的嘛。史艳文那布袋戏都是垫肩垫的很那个嘛，然后他都史艳文他是绑的一个那个上面是开花的，可是为什么他的是散掉的？什么烂掉？他头发是这样往下散的、啊，他不就所以他是绑这样子啊，然后中间是散的、啊，那他应该绑一个这样子啊，他是像冲天豹一样上面是散的啊，没错啊，绑得很好啊，绑得很好，没有，他是直接从这边开的，对呀、啊。直接开哎、欸！单纯你们来做，你们来写吧。不要生气，不过巨剑怎样？不要生气。好好好，请坐，请坐。我比较差吗 ？Lady Gaga。好，实验文也对啊，说得过去啊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这另外一个正确的答案。美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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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很有道理哦。蜡笔小新的妈妈，演员新之助的妈妈是，是不是？对，她头发也是就是这样卷卷的。小葵的妈妈，对，小葵妈妈，小白的妈妈，小白的妈妈，请喷。太难了啦！请插答案。这个是提示，提示。哎，提示题很重要，提示错就完蛋了。我知道。来准备，请戴眼罩。谁叫他去画？耶，二十秒，开始。在画面干嘛？对啊，长一样，怎么样呢？请问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对啊，重点是什么？天哪！哦，他在吃西瓜。他是哦。啊。来观察三十秒，这个头发计时开始。啊啊，这个有很多。他会是苏武牧羊吗？对，他正在开记者会，还拖摄影机。他是一个主播。二氧化碳的那个喷的啦。不是，他有三只动物，三只动物是牛还是羊？我也觉得。还是什么？真的好像动物哦，三只羊，一个他是摄影师，三只牛，开记者会吧，还是某某主播，三羊三太，主播头发乱成这样子的，哪个主播头发会？古代人，主播，主播头发这样，现场倒数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，主播，我有一口滑头。
好，你的答案我先看。张雅琴，张雅琴脸没那么小，张雅琴脸很大，方脸。为什么是张雅琴呢？因为她的头发是她的政治标记啊。可是张雅琴是半屏山哎，对，她画的不好，但是她有半屏山，她整个画的跟画跟杨柳树一样。对，她画中分头。双屏山，但是穿的那么夸张，女生好像只有她。她衣服穿着很夸张，周一沛。我也是写张雅琴，因为看起来她是坐在主播台的、啊，应该是。我要先看奶哥喽。哪一个？好笑。好了，他们都认为是张雅琴。来看一下。法拉同嘛。苏武牧羊。那个被猜太多了。是谁啊？那不是三只羊吗？好笑哦！这个操场没有人。然后站在那个什么篱笆外面，然后他在围篱外面，围篱外面。赶羊，赶羊。他在赶羚羊。好自在，他有脸油哎，太夸张了吧？无法不羊。哪里不对了？你把那个看成羊，超好笑，真的超好笑，哎，喷口水的啦。四只脚，可以看清楚一点吗？四只脚，一二三，四只脚。后面那是什么？三只脚，你看那边也是三只脚啊，有没有？对啊。怎么还有五只脚？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嘞？太记错了。后面还画人嘞。哎呦哇、啊！不是，奶哥，为什么是张雅琴？是张雅琴啊，他是电机。你这个、喔，张雅琴、啊，人家张雅琴脸没那么尖呐、啊。出来，你那个电机真的太夸张了。太有戏，会把会把看成呢这个布袋戏人物。布袋戏，对啊，太夸张。特别强调他的电机，所以我画一点太夸张，不好意思。而且张雅琴脸没那么尖呐、啊，他是半屏山啊，他是半屏山，这边就一边画的有点宽，而且是半屏山。对，你画半屏山就很好猜了。对对，画错了。再画画成这样，被猜看成实验了，看成 Lady Gaga。谁叫你去画的？画成男人，已经给我画成羊。这边为什么你把它猜成是羊？很怪，你三个这个羊头是这样子的吗？不可能啊，羊头侧面不是这样子吗？羊这样子侧面，那不是看到脚掌侧面哦？这不是这还有点像在吃草的感觉。1-0，恭喜陈同学。耶、yeah. ！